借用大家的双手，我们先把手边的工作我们先暂告一段落，我们先回到位置上，借用大家的双手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彭彭元主任。会长、秘学长等等哈、哦，以及还有我们的家长，那个徐祥安徐先生哈、哦，也还有那个我们科里面的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啊、哦。这个刚刚讲说，我大概讲太多话，大概没办法啊，我想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个我今年虚岁59岁。今年毕业班就是59届，所以哪一届毕业班是第几届，就是我几岁了哈。那么我来的第一年就是32届，32届男生班最后一届，啊，最后一届。所以这个现在59届，明年就60届了，一甲子。在这一甲当中，这个。非常的感性，很难得看到这么感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还是要请你们再给我们彭主任再一次的加油，好不好？这么多年，突然很多的回忆涌上心头。前30年，我来不及参与啊。我们从民国19年这个黄文君。我忘记跟大家说，来这个窗科要准备手套、卫生纸。黄冠军窗科啊，窗科48年第一届毕业生啊，所以前30年我没有时间参与，我也来不及参与。这个今天这个参会啊，原来我跟罗老师哦、啊，跟他讨论最少50以上，不要不要不要啊！但是我今天看到这场合，真的是。不单是不能刹车，也不能走回头路。车子已经开走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件事情。我大概五月的时候，看突然我在网站上看到怎么有这个事情呢？我跟老师不要办，我说我学校我都已经婉谢了，学校都不要办了。哦，这个不好了，不好。他说他已经他们还有成员的几个哦，很热心的在这个筹办的，所以我想真的是刹不住的。我只能说半推半就吧，哈、哦。那个今天这个新郎官呢，就是叫半推半就上来的。那么这个在过程当中，我偶尔引荐他们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还是跟他讲不要办了，哈、哦。但是我认为他们很尽心尽力在办，而且当中很多学长说利用这个机会，事实上有点像同学会的意味。哦，所以我就比较宽心一点的了哈、哦。所以今天大家真的是上下几届未曾谋面的，尤其是前后几届毕业了20几年都没有见过面，利用这个机会呢办办同学会，那我就比较放心一点的，因为好像我变成不是说唯一不可了哈、哦。所以我今天在场这边我也非常的高兴。那么前30年，黄冠军科主任我没有见过，那么后来的几位老师，潘奇娥老师他还健在，但是呢，这个精神不是很清楚的啦。谢兆新老师也是因病啊、哦、因病，但是还在有事。那么吴秋英老师已经过世。
世了，石青老师也过世了，哦，那么叶秉景老师，他现在精神状况也不好，哦，我经常有联系了，跟他儿子联，他前五月的时候他摔伤到龙总开刀，啊，住进病房之后，六月又出院了，出院之后又因为肺炎有插管，插管现在已经拔管了，他在目前是用胃食道来灌食的，他身体状况非常非常不好。那么，这个潘杰老师他现在身体都还好了，所以这个前三十年就是这些老前辈，那么后三十年呢？啊，谢谢老师，还有尤凤老师，还有我们这几位。其实我觉得，我们大家都很尽心尽力的在为同学们，哦，尤其我感觉到了这个科里面的这个蒸蒸日上，像尤凤老师他来之后，校外教学活动等等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相当的感受，这对教学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。那么我有两个意念，第一个，如果这对学生有帮助，我认为舍我其谁；第二个，我认为说，这个科里面绝对不是非我不可，绝对不是，哦，所以呢，每个人都有这种心态，一直都为同学们协助，哦，这样。当然，在这过程当中，有很多同学也是，社工啊，好多宅了，哦，因为有早期的时候，我真的脾气不是很好，而且做事情坚持都无理啊，哦，很多无理的。那么，当然同学们也很多同学都是。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我打是没有打了哈。我同学都是默默在承受了，也谢谢大家的宽容啊，哦。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学习。那么，后来，那个这二三十年来，新进老师也越来越多了。我们的学弟学妹们啊，就从黄老师进来，然后呢，那个范老师进来。罗老师也进来了，陈勇老师也进来了，很多学弟学妹。那么他们，我相信会比我们这个第二个三十年，我跟尤老师、谢学老师他们会比这个第二个三十年会做得更好。大家放心，因为他们真的很认真，很认真。所以我在几年前我就有这个规划说啊，找到适当机会要退休了。所以很多同学，大家还不要走啊，等一下我还去要去感谢敬大家了哈，哦。那么。真的是老了，很多同学，哦，我真的是想不起名字的，尤其是女生，很奇怪，男生还比较记得起来哦，女生很多都记不起来了。那么将来，我希望这个在座的同学们也利用这个机会，类似像科友会一样，哦，有我们的这个学长们各界呢都有一个联络人等等的。我觉得这样联谊是非常非常好的，哦，啊！但我在这边还是要感谢，在座的我的同事们，啊，尤老师、吴会长、斌学长，还有那个恒大中技师罗老师等等。那个尤其是那个詹科长在现这种期间也对我们科也帮助很大。那肖副座呢，他在农会期间，我们很多计划，实际上大家不晓得说钱从哪里来，就从肖副座这边来的，啊，小木屋的啦。哦，林场的步道，还有林场的装潢，二楼教室，还有呢二楼的办公室，全民造林计划，在座各位很多人都领过工资吧？很多领过全民造林的工资，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他对我们的协助，对我们科里面帮助蛮大的。所以我想，一个人是没有不会办事情的，是很多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当然，最后等我退休了，到底要干什么？退休要做什么呢？本来很想说云游四海，大家也都希望这样，但是我想我也还有两件事情要做了，哦，第一件事情就在民国九十年的时候出版的那个林采利用那个课本，过了快二十年了，那么很多资料老旧，我自己责任感很愧疚了，哦，这个旧有的很错误的资料应该要把它翻修了，因为太久了，所以我很快的要利用一年的时间，我要把这本书把它翻修过，因为林场利用是稀有类科，没有人愿意写，我们森林科都这样子，所以我大概最多两年了，我一年之内想要把它翻修完成。我所知道，就除了我们高职用之外，也有少数的高考师也会用到，很多人到高考的考试会场说人手一本，就没有书可以参考了啊。
所以我要做这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从民国九十年之后，我有在我们的家乡做一些文史方面的调查，因为我的背景不是学文史的哈，但是我用学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它文史的一个资料呢，我发现很多物妙的地方，所以我大概要做一些来给它补足的地方，所以我自己的家乡我回去再做一些田野的调查啊，所以我相信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哈。退休是退休了，我对我的家乡还是有一点点这个责任感。那么另外，我还是会常常回来学校，如果科里面还是有需要我协助的呢，我只要时间许可，我还是会尽力的哈。那各位同学也有机会回来学校里面，不要说啊，老师们都退休了，我也退休了，有老师也不在科里面了。事实上，现在的都是你们这一辈的啦，于老师、王老师啦、啊，还有陈老师、范老师，他们都非常认真，科里面都一牺牲奉献，做得很好哦。那大家回来跟母校多多的联系啦哈。今天从32届一直到59届都有这个同学，非常感谢哦，非常感谢。我刚刚讲过了，本来我是很想要出这个哦，但是我看到。这个老师们还有同学们都那么热心的在办这个工作哦，我想最大目的就是很多同学一定说上下见了很多年没见了，又真的来看一看了哦。将来我希望如果还有任何的场合，也不要忘记我，我也会参加大家的场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准备花束的，用花束来代表你们对老师的一个记忆，所以如果你有带花的，我们现在就献给我们的老师。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，所以这花束满满的都是大家对他的心意，谢谢老师。我知道现场还有很多人有准备一些想要对老师表达心意的礼物，那如果你准备金块跟金条就不要了，老师一定会婉拒你，所以在会后的时候如果你想要表达的话，可以再跟我们的老师这边。谢谢。好，待会呢老师会，因为新郎新娘敬酒的时间也快到了，老师待会会到各桌去跟大家致意。那我们继续我们的餐会。